而家我哋身处 London Bridge 呢个站，咁咧就要转车，就系转 Thames Link 去呢个 St Pancras International。到 St Pancras 呢个站啦，我哋通常出伦敦都会系搭火车。好多時我哋都會喺呢一個站落車，一行出嚟對面就係 King's Cross， 另外一個火車站，再行嗰啲就係地鐵站。要上英國北部嘅城市，好多時都會嚟呢一兩個大站度搭車嘅。入到嚟 King's Cross 呢個站，就梗係要嚟哈利波特店度朝聖下啦。因為仲係疫情嘅關係，所以店入邊冇咩人，我哋都行得好舒服。記得上一次嚟係逼爆。離開 King's Cross 之後，大約行十零分鐘，就會去到另外一個大嘅火車站，叫 Euston， 係另一個上北部城市嘅火車站。出返嚟過對面馬路，再行五分鐘就會去到 Euston Square Station。 途中會經過 Welcome Collection， 係一個免費嘅展館。我哋依家喺依個 Welcome Collection 呢個展覽館係咪呀？係呀，睇緊呢個藝術品，就係水染呢個麥當勞。頭先係啱啱開始嗰陣時咧，係好淺水嘅啫。呢個麥當勞，我哋坐坐下咧，就個水位升高咗好多啦，已經去到呢個收銀機嗰度。啲水位升到幾耐咧？會其實都幾無聊嗬。我唔好無聊嘅一段片咯，唔係好識欣賞。沒有，但看看看看又覺得想看看他最後是怎樣。浸到頂了，已經完了差不多。你感不感受到這個藝術品對於你的影響啊，或者有什麼意義啊？未領略得到。這些都是跟這個醫藥有關的，這些展品。這些展覽品是屬於一個叫做 Henry Welcome 的人的珍藏來的。原來他是以前是開藥廠的，後來做到很大，就成立了一個慈善機構。現在這一棟建築呢，就是在他這一棟建築直接在 Euston Square Station 上面。這個站的對面馬路就是一間醫院。行過嚟一條街就有一個另外一個地鐵站喎，唔同線嘅喎。應該唔同線啦。好近喎。我諗唔會咁同一條線咁近嘅，個街口嗰度。再行唔夠兩分鐘，有一個地鐵站啦。前面紅綠燈就係 Regent's Park 入口。呢兩邊應該係住宅，做緊翻新工程。Regent's Park 係分幾個 garden 嘅，呢一個係 Avenue Garden。我哋而家行過去 Queen's Mary's Gardens， 嗰度種滿曬玫瑰，而家應該係水尾，因為天氣開始熱。Regent's Park 係分為 Inner Circle 同埋 Outer Circle。Queen's Mary's Gardens 就係喺 Inner Circle， 所以要過條馬路先至入到去嘅。而家係六月尾，啲玫瑰花其實都謝得七七八八。
最好的開花時間應該是五月中至到六月中。這個是一個圓形的花圃，種了很多不同品種的玫瑰，每一種玫瑰都有個名牌洞在這裡。嚟到第五十啦，《Singing in the Rain》。除了玫瑰之外，還有其他的花體，這邊就有很多紫色的花。倫敦動物園 London Zoo 就在 Regent's Park 裡面，但我們今天就不去了。我們現在走上去牛津街 shopping，這條街超多人啊，好像出了尖沙咀咁啊，都是放翻好部手機好啲。SOHO 呢一邊都好熱鬧，個個都出曬嚟食嘢。行埋個隔離唐人街，順便入貨。我哋趕住搭火車，所以入去影咗幾幅相，行咗一陣就走啦。